们又见面啦，我是第三期擂主心妍。这一次我给大家展示的才艺是绘画。这一张是我最为喜欢的一张，原照片是这样的。我听到有人怀疑这些画不是我画的，等着，居然怀疑我的能力，一定是猪，它一定是猪，一定是猪。不好意思，我真把你画成猪了。好啦，跟大家开一个玩笑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展示，想为我投票的话，那就赶快去关注公众微信号院长小黑屋为我投票哦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乐乐，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活动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公众微信号院长小黑屋为乐乐投票哦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张怪傻傻喊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，是一名幼儿园老师，是参加本次第四期校花海选大赛的妹子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院长小黑屋微信公众号给我投票哦。下面是我的才艺展示。好了，三位美丽女同学的才艺展示已经完毕，哪个是你心目中本期的校花擂主呢？快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院长小黑屋，直接回复擂主投票，为你喜欢的姑娘投上宝贵的一票吧。还有屏幕前的美少女们，不要再犹豫了，有颜你就来，把你们的照片加上微信号发送到院长小黑屋，即可报名参加校花评选大赛哦。